大话成语又和您见面了，我是吴应杰。今天给您说哪个成语呢？今天说的这个成语啊，叫做夸父追日。说远古时代有一个人叫夸父，这夸父啊，身高膀大，力气过人，据说有劈石拔木之力，能把这石头劈开啊，树木连根拔起。干活的时候啊，劲儿总是用不完，总想一直干下去。用现在的话讲啊，就是一个工作狂。但是太阳每天都还得下山呢，那总得休息呀。夸父一看烟，看来我能不能继续工作，还得看他的脸色啊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得抓住你，让你永远别下山。第二天他就开始留意，太阳出来，晌午，升到正当中。夸父一看，好，咱们两个一样了。我追你，一直追追追追追追追，一直追到了太阳偏西，最后下了山了，也没追上。夸父累得够呛，不得不休息，但是他毫不气馁，第二天又出发，追追追追追追追，追累了，哎，找了一根树枝当拐杖。但是这夸父越接近着太阳，太阳光越强，他越是感觉焦躁难耐，他感觉浑身的水分都要给蒸干了。哎，有一个黄河，他到这黄河边上俯下身子猛喝黄河里的水，这黄河的水都被他给喝干了。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，这渭河里的水喝干了他还是不解渴，他打算继续往前走，去喝大泽的水。但是这夸父啊，实在是太累了，太渴了。当他走到中途时，身体再也支撑不住，慢慢的倒下去，死了。这也是中国史上最早的过劳死。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吗？不，夸父死了之后啊，把手中的拐杖一抛，啪，变成了一片鲜果累累的桃林，里面的桃子可以为后来的人解除口渴。夸父追日这个成语就是比喻人努力的向自己的目标前进进取。好了，这集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。